大家好，结束乘车朝台，准备返回太原，特意走三幺幺国道，就是为去看一看坐落在台怀镇之外的几座小众，但是都很有故事的寺院。这就是其中的一座清凉寺。大家听说过清凉寺吗？据说清凉寺是。 清朝第一个入关皇帝顺治出家的地方，顺治皇帝的爱妃董小宛死后呢，托梦给顺治，说他在五台山。顺治呢就到五台山清凉寺出家了。清凉寺出家了。巨大的转经筒。清凉寺始建于北魏。 是五台山最早的寺院之一，也是密宗教的道场。嗯、康熙皇帝曾五次来五台山，可能也是为了看他的父亲顺治吧。金庸先生的《鹿鼎记》里就说，康熙派韦小宝来看顺治，也算细说吧。这是转经筒。 是要转三圈的哟。清凉寺始建于北魏，也是五台山最早的寺院之一。目前这个寺院是三进院，这是一进。在文革时期，整个寺院都被毁了，就剩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头，这叫清凉石。据说清凉石是。 文殊菩萨做法的地方，文殊菩萨就是坐在这个石头上演教说法。这个清凉石可是五台山的镇山之石。大家看，在这个石头上有不少的善男信女以及和尚在上面诵经。 三进院儿还没有完全修好。这个清凉寺整个在清凉谷，周围群山环抱，在远处的山上，我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寺庙。这是清凉书院。 站在上面俯瞰整个的清凉寺，不断有善男信女呢坐在清凉石上。